上古之时，天地分仙、凡、妖三界。传说仙界天庭有一至宝轮回镜，能呼仙唤神，感知古今，通晓未来，更藏有执掌天道轮回的秘密。持此镜者，号为天帝。自此任天帝登。自从我成为天帝以来，今天的天庭也是。陛下，您这是太白？陛下，天兵天将。我是来天庭，看样子不好。我先去探探路。有妖族大军攻上天庭，不好，快去禀报天帝，拖动左下方遥感移动。他们打过来了，先使用普通攻击消灭他们。前面的天兵有危险，快去救他。妖族，快使用这个法术，可以产生大范围攻击，并击飞他们。果然是大批妖族进攻天庭，那就试试这个，拖动第二个法术图标，对指定方向进行攻击，消灭他们。哼，就这点实力，也敢来攻打天庭？天兵天将，你原来是作乱。这天空，你想去给？呵呵，反正这天庭，你休想！中了这个法术，可就危险了。快点击闪避按钮躲开。又来了，小心！闪避按钮最多可以连续使用两次，之后会进入冷却状态，我可要谨慎一些。伤我妹妹哦，天庭哥哥，原来就快走，别管我，哥哥。何方妖孽，竟敢擅闯南天门！
混世属下，你带上。遵命。三弟，我先去探探路。小心，前面的妖族精英非常强大，快速点击第三个法术图标多次，产生连击效果，攻击他们。哦，好险！部分法术需要短时间内连续点击，才会产生高伤害连击效果。太白，这是金翅的，也不老君他带着，可是我一路只有我哥。
天庭守卫森，事情确实只要天轮回境，可是先我们先射，我们去叽叽。咦，你是要来的叽叽天帝大人？咦，这不是广目天王的花狐雕吗？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难道广目天王？快跟上他！广目天王，你疯了吗？何人？注意他的定力值，每次攻击都会削减对方的定力值，一旦定力值被清空，就容易被击飞击倒哦。清醒了吗？竟敢冲我！哼，其他哥哥们，他们都……你们不是应该……是我害死了。那武器可这样……太白，既然就由你继承。轮回镜强大的能力之一就是寻找三界之间的元神，通过轮回镜，天帝可以召唤他们。来试试吧。哇，第一次寻缘居然就招募到了小四。点击法术神通来看看元神等级提升后可以学习到强大的轮回镜。每个元神的轮回镜点击新的故事，在这张三界地图上会出现新的地标和故事哦。快点击天庭进入新的关卡。有了小四的加入，我们有更大的，带上四大天王一起出战吧。广目天王，我就是太拗口了。又有妖怪冲上来了，小四保护好天帝。天帝大人请退后。三界之中受日月星辰影响，产生了不同的特性。日月星环环相克，日克制月，月克制星，星克制日。来者何人？交出！刚才，才不会！我。
们赋予的力量是时候爆发了。幸好原本天门有四，既然天门恐怕他们小四天蓬是我们找到他。每位元神可以通过自行修炼仙草丹，选择一个仙草丹药来进行修炼吧。天河水军来接应我们了。不对，怎么会？他们不认识我，先去探探路。来者何人？每场战斗，轮回镜的先例只够支持你们使用一次轮回机哦，所以一定要谨慎选择哪个元神来释放，他们都是共享轮回机的先例的。我先去探探路。围住他们！天蓬，我没必要。你，哼，我只是为了自己。何人？这股力量是金。怎么办？我们小四，我先去探探路。来者何人？我先去探探路。我真的生气了。来者何人？好，尊称。我先去探探路。
来者何人？多闻天害怕是理所，可是为什么大家明明只要分？天蓬说我编瞎，那都是你竟然不认识我，我可是上仙太白金星。糟了，金翅大鹏！可恶，我先去探探路。来者何人？我先去探探路。来者何人？天地老儿，交我哥哥呢？啊！给我跪下！
来者何人？死了！没用的，你太弱了。元神的境界已经开启，点击了解。每一位元神都有一定的条件来提升他的境界，境界的提升可以给元神带来极高的基础属性加成哦，尝试提升试试吧。